确定要往上面一些吗？我喝的这个是老鸭冬瓜汤。给钱，你给钱我就做。然后里面就有老鸭冬瓜、红枣、花生。然后那个花生都已经是，或者说炖的烂烂的刚刚好那种，不烂，然后也不是很硬。那你给多少钱？我这一份给你。就是很适中。啊，适中。适中就每天有一个鲍鱼了啊。啊？对。啊！我靠！为什么？我也是。啊？为什么我们两个是一样的？这个应该是鲍鱼吧。欢迎最有缘分口大哥，各位好，各位好，你也好呀，感谢过的真爱心呀，晚上好呀，祝你们端午节安康。我咬一口怎么样？不要。你把这个吃掉，你要咬一口饭的，我就要饭。不要，我吃一点饭。欢迎口罩哥。小口一点。感谢过的真爱，祝你们端午安康。今天我们已经。给您看一下战场，这为了吃已经白热化了，为了吃已经白热化了。来来来，给您看啊！你看，哎，就为了吃个肉，已经在那里，那个怎么样？为了吃个肉。我不吃咸的，我不吃。要是咸的。啊！吃了两块肉。你这个真的是总共彩票的。对，明天你买彩票吧。有人不想吃甜的，只有我吃了三个甜的。啊哈！你说好像就是。不，别拿这个，这是储存卡。笑死我。嗯。你们煮你。哎，今天这个汤呢是老鸭冬瓜汤，然后还有粽子，粽子他们在抢着白热化。好，谢谢。剩一个了，剩一个。来，甜的，这个是甜的，别吃下去了啊！这没人管你的啊。那个应该是蜜粽，红杏的。这里面是蜜粽。嗯，红杏。你也试一下，要不那你试一下，你试一下，有可能不是吗？不行，刚刚你那个是冰淇淋。不行，没人当你的。这次还是甜的，这次还是甜的，那就没有了啊。是吧？这个你一定要吃下去了。真的没有人吃到鲍鱼。对。你知道是什么？蜜枣。哪里来的鲍鱼？我刚刚没拍到啊。有一个鲍鱼吃的。欢迎寡妇哥，欢迎来到我们深夜食堂。肯定这里也是蜜种子。他这么发白的，肯定是吃的。掉了。不想吃甜的，四个都是甜的。没有人吃那么发白。我不想吃甜的，都是甜的。那你给他呀。我不要。应该是咸的还是甜的？甜的。不用看那个糯米那么发白，不是甜的。他怎么会想看肉？你咬了，你咬了。太难了。好难呐。欢迎飘落。今天晚上睡醒立刻跑体育车站，赶紧买十块钱加注，对，加注高射球，真的对，赶紧就暴富了，对，明天暴富，暴富的时候不要忘记铁妹，暴富的时候不要忘记我们，他可能是反过来呢，是就永远都不会中。这么讲话最不想要的最重的哎，有就是啦。